我终于可以比他先报那个歌名，所以我叫 Yes， 那就是第三张专辑，我们很想要送给你们的歌。这首歌在写关于你们跟我们。但是预告大家都有看过吧？我们的那个预告，都影片，好，好像没那么。那这首歌叫，哎呦，我走到地下室去了。这首歌叫 Yes， 就是叫黏。那给阿伦讲，不是很黏的那个黏哦，黏。给你讲，你要很想讲。啊？大家很想讲。我很想讲。这首歌大家看到的宣传片，还是要真的谢谢感谢，并地派在所有公共团队的同仁，感谢你们。然后还有这次设计者宣仔，然后很多很多相挺我们的好朋友。真的谢谢你们。那这首歌在写的时候，其实李烈都说他想要写一首歌是送给大家的，送给你们还有我们，还有所有身边的人。这首歌叫 Years， 就是不管你曾经来过这个地方，不管你曾经可能离开了，你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会在这舞台上等大家。 Years 送给大家。All right.